热情请出第一位舞者登上舞台。我以为刘德华。大家好，各位导师好，我的名字叫陈诗飞，然后来自辽宁抚顺，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。他的即兴表演能力也很强，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后一个定下参赛剧目的。音乐起。Birds flying high, you know how I feel. Sun in the sky, you know how I feel. 对音乐的控制也非常好，看得出来是经历了严格的各种不同风格舞种的训练。You know how I feel. It's a new dawn, it's a new day, it's a new life for me. And I'm feeling good. A fish in the sea, you know how I feel. River running free, you know how I feel. Blossom in the tree, you know how I feel. It's a new dawn, it's a new day, it's a new life for me. And I'm feeling good.此刻似乎还沉醉在自己对于舞台的感谢之中。谢谢你的表演，我们先喘一下，可以用点头或摇头告诉我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？很痛吗？说，快说。那个，没事。其实就是很巧合的一个事情，就赶在了这儿。其实大家都是带着伤的，没有呈现一个最好的状态给大家，我觉得很。不舒服，你还要怎么好？你已经够好了。在这个舞台上，很多很多人都在做技巧，你是我看到为数不多的在技巧里面依然有情感的人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一个舞者就是这样，我还明白，我也受伤，我还没复原。我喜欢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受了伤上到舞台上面，什么伤都没有，我喜欢。我同意海清老师的观点，在整个技术当中情感连贯还在动作里边，但在整个这个编排当中我觉得翻腾多了点，因为你的能力就看出来了，而且你对节奏的把控整个表演的状态控制都很好，但只是我对我个人来讲最后那个翻腾都可以不要了，已经也够了。三位导师，你们是否已经做好决定？诗飞，你们会为他亮票吗？我先亮吧。海清老师亮出飞往北京的机票，即兴老师是否亮票？即兴老师亮出上海训练营的机票。郭富城老师，我觉得某一些在肢体上面的释放，对，并不是我觉得最好，如果你能注意的话可能会更好，不要自满。我很严格。给你亮出香港训练营的机票。三位导师都为你亮出机票，你可以在三个当中任意选择。那个我有几句话想说，就是其实在这个训练营我是第一批就来的，然后呢一直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，我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去更多的更系统去这样学习。我说实话，我很喜欢你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我。你看我毫不犹豫给你亮一票，但亮完以后我也有一点担忧，我的团队现代舞力量很强大了，最后杀杀到后面我会哭的，你也会哭的。我不想让你哭。
你这句话他又很喜欢了。你不想让他哭的意思是你会赢到最后，还是你不去他那儿？反正不让他伤心就好。就是你不去他那儿，对吗？对，谢谢你。定位是你自己找的，其实你心里最明白，你想做什么样的舞者，只是因为你学的太多了，哪个都不可放。当你学会放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陈诗飞是谁了。就是不能做超市，要做专卖店。对了。先把你打碎再重整出来，就是变形金刚了，更厉害的一个人。好了，导师们已经充分表达了，是非请选择。金姐，恭喜你加入金星老师上海舞蹈训练营。即兴舞蹈王子陈诗飞带伤上场，以一支近乎完美的舞蹈成功打动三位导师，选择加入上海舞蹈训练营。此时金星导师阵营仅剩最后一席。